是成都的地铁啊，那个交通真的就是。啊，十九号就恢复了地铁。公交十九号才恢复的。坐乘坐这些比较七十二小时还在连接。他向他黑山报告，他现在开的是公交车上是两个驾驶员，一个检查就是一个专快车。哦，专门一个负责查妈妈的。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，一个安全员。这个疫情真的爆发了，走。成都的商家整天都是那个点哭笑不得。是啊。刚刚一瓶你兜儿又来了。现在整天不得爆了噻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当官是要累安逸了，这几年，别跟他们喊了。当官的比老平。当官的人家扛红酒责任的，如果早点办好了，发生了疫情了，他要全部负责的嘛。是哇。我外头没叫他整破几个。那肯定嘛。还有那些呢，人家这么遇难了，他们就卖人家东西卖高价那些呢。那些玩意儿确实是啊，你就犯法事情，你就犯了爪子嘛。你少那点钱。赚那点钱。花是他赚的钱。他花的凶嘛。哦。没有改造。那些玩意儿没事改造。自己走的啊那些。大家该遇难了，你就涨价，你还。你看那天四面台那个就江江地震那天，马上就出了个通告了。是啊。啊。那天晚上四面台一夜就在发出了一通告信，那些菜市那个菜不能那个不能工厂市场。你见到过钱收了那些大老板的钱多？讲这些吧。钱多的就是了，他还吸取钱的给你咋说啊？不，人家挣不得良心钱他们。不是嘛？所以那权力都是这个受灾了，你要你还有机会。风台物价。人的心里就是哎，这之前修了噻，你看这个楼那么厚，我说我是吧，我这个也是厚了的，这跟体质有关系。身体素质好的时候看着叫好些，它叫红润肌；身体素质差的时候看着它叫厚脸，它叫绿颜色。